简单的，我大概今天就可以让大家了解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最主要是现在你的模型呢是一个什么雪白的世界，人生是黑白的哈。这里还有一间史努比的房子哈，通通是白的白宫。你使用了彩纸以后就可以变成彩色的。那彩纸在哪里？快速键就是 B， 快速键就是 B 哈。那它这里自动就会打开。所以有三种方式可以去存取这个材质。第一个就是B， 那第二个就是这里有一个油漆桶。那其实刚刚我打 B 的时候，我的游标就已经变油漆桶。那这个油漆桶一打开，这里就自然就会跳出来。哦，那要不然你也可以直接从这里来，然后按下某一个材质，那你的这个游标也会变成油漆桶。好，哦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，我给它100公分，逗点100公分，然后，好，100逗点100，然后高度给它50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我可以先不用做群组，然后我把它拿过来，这个我们把它做群组。因为这个材质应用在面上跟运用在材这个群组上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好，基本上我们执行了材质指令的时候，材料面板会打开，这个叫材料面板。那上面是目前你选定的材料，但颜色是灰色的。好，颜色是灰色的表示说你还没有把这个材质应用到你的模型里面，所以颜色 A03 不属于这个模型。那颜色 A03 是属于什么？属于油漆行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这个颜色 D04 也是属于油漆行，就是我们系统里面的材质库放在 C 里面。那你这个档案可能放在 D 啊 E 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没拿回家，所以是灰色的。好，那这些都是在我们系统里面提供的，但是你还没有用到我们的材质里面的。那我们看第一个类型叫颜色。那颜色就有分两种，一种是颜色这个刚刚讲的 C03， 这个叫数字颜色啊，数字编号颜色。那你可能看得出来是什么红橙黄绿啦齁。然后颜色名称呢，颜色名称就它的名字就不是什么 C01 C02 A01 A02， 它就是鲑鱼，那要不然就是芒果，要不然就是有吗？有芒果嘛？哦，黄色，好，绿黄，莱姆，哦，雷蒙，哦，然后有这个也是还没放到我们的那个文件里面，然后宝石啦，天空啦，某些草莓啦，这些东西，玫瑰啦，哦，但这个我当然它命名了，我不大晓得它的意义啊，搞不好它叫薰衣草或什么的。那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哦，看你喜欢哪一个啦。OK， 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好，那怎么使用呢？当你去点选某一个材质，比如说 L03 的时候，你游标会变成一个筒子。那这个筒子你就可以点在面上面，不管它是不是被选中，你点在这里，那面上面就着色了。好，那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面原来是什么颜色的？好，大家可能都会想说是白的，那其实是没有，是零。比如说 AutoCAD 来 ，AutoCAD 的画，你一开始在画线，那个是什么层？什么叫零层？零为什么叫零层？你现在知道什么叫零层了，啊，但是为什么叫零层？好，所以其实这个颜色呢，它叫做预设，空颜色。那空颜色哈，其实有两面哦。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给删掉的话，预设颜色其实有两个，它在正面会表现出白色，然后在反面会表现出灰色。好，那表示说它没有颜色就对了。你不要讲它是白色，因为到最后你会搞混。你应该讲说它没有颜色，没有颜色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你看这个颜色03 L03 就已经你可以输入了，因为你已经带回家了，你买了，因为你已经给人家用了嘛，
用了，那你就可以去改它的名称啊，比如说你就叫它是墙壁，或是我们讲它是桌面，墙壁，这样子你可以改它的颜色，颜色墙壁，这样了解吗？当然你也可以再去改它一些细节，那它细节就是在编辑这里，你可以稍微去调整啊，我不要这么红啊，我要稍微绿一些啦，你可以调整。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调好了，我们先再看一下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调你买回家的颜色，所以这些颜色你不能调，只有你点在里面才可以调。然后同时这里有一个回家，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在这个模型里面，跟这个是一样意义的。在这个模型里面，甚至跟这个元件里面也有一个，只要你看到这个家，就是在模型里面，在模型里面有带回去哪些颜料或是材质，就这些。怎么那么奇怪？我不是只点了一个这个颜色03吗？这个吗？我刚刚不是有改名了吗？好，墙壁，好。墙壁，我应该是没按下 Enter 的哈。颜色墙壁 ，OK， 好。那其他是什么颜色呢？其他是那个安妮呢？一开始出现那个人有没有？就原件那个人，你看他也在这里哈。Stacy 啦，啊 ，Stacy 跑去哪里？编辑，他在这里。你看这是他身上的颜色有没有？是他裤子啊，他的鞋子是红色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身上其实也都是材料了那比较单纯的就是颜色材料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来啊，怎么回去？在这个下拉这边又有我们原来那个材料，对不对？分类，然后有这里有颜色，然后这是家里面。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去倒退，那这又是颜色。好，这一次我用个绿色好了，绿色，这个好了，那点下去，那就是绿色了。那同时我来点这个群组看看，你这是六个面嘛，所以六个面有现在有两个有颜色，四个没有颜色。好，点下去，你看群组是一整个就有颜色了。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，这个群组里面的这个绿色有几个面。